啊，已经26日晚上19:30许啊，在五街乡光荣北路98号前发生交通事故，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处理。该事故是陈姓民众75年次，驾驶自小客车沿光荣路桥往五街方向行驶，因不明原因冲撞分割岛，闯至对向车道，与游姓民众72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及杨姓民众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发生对撞，造成驾驶及乘客4人受伤送医。经检测，游姓民众与杨姓民众均无酒精反应，而陈姓民众当场无生命迹象，经送医抢救后不治，报请检察官相验。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。红色轿车停在大马路边，明显出现剧烈撞击痕迹，前方车头整个溃缩，内部零件裸露在外，车壳也全都喷飞在地上。一旁另一台英伦风格迷你轿车同样侧边全毁。他就看到一台就是 Mini Cooper 就整个飞起来，是不是很快？就飞过来了，我怎么知道？吓到了。事发在26日晚间，宜兰五结乡疑似是迷你轿车开一下路桥，却因为不明原因飞越安全岛，撞上对向两车，造成5人受伤送医。迷你轿车驾驶更当场失去呼吸心跳，送医抢救。现在我们还在厘清整个事件的发生的始末。目前全案详细事发原因还在厘清，但夜间开车车速真的快不得，避免意外风险。